欢迎大家收看吉沃说频道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会来抽这个未获得角色只有一次必出，未获得角色转蛋。OK 啦，所以上次抽了这个怪物暑假2019，等一下我的小号应该会抽啊，因为它的非洲率不够。OK， so 就看这一个有多少的运气啦，看有没有机会中至少一只限定啦。OK， let's 保证一星未获得角六星角色十年转蛋开始 ，let's go。对，射手。哦，哦，哇，好飞多。哦，那个是蝴蝶吧？啊，我这个号第一次拿，这是。算是不错啦，限定怪，伏地烈，道を切り開く，ストライクショット。我が力、記憶に記すがいい。満爆，進化。私有の竜どもよ、存分に敵を食らい尽くせ。可以关爆、啊、希望这只忽必烈迟早会瘦身化了，算不错了，中到这个三个恶魔。罪深き者たちよ、大敗の旋律を聞きやがれ。最高に最低なオフだな、おい。混沌に生まれ施設なの休息。全員地獄に落としてやるぜ。さあ、終焉の幕開けだ。可以，他的神话可以打暗红诀，他是很优秀的。罪深き者たち、大敗の旋律を聞きやがれ。所以现在看非洲又会抽魔了。Let's go。对。只要重复，只要重复就好。我没看过你哦，奥菲斯。ここが冥界、愛しき妻よ、待っていておくれ。死者の魂よ、お聞きなさい。我が盾ごとの絶えなる調べよ。世がダメでも大丈夫、来世に希望を託しましょう。哦，可以打这个水轰哦，算是不错啦，没有中重复的角色，牛盆变大。OK 啦，各位，所以我的大号就抽蛋到这里，现在就去看小号会中魔啦。OK， 等一下见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吉沃说频道。所以今天我就会来开抽这个未获得六星，只有一次必出，未获得角色转蛋。所以刚才大号抽啊，我是觉得蛮幸运啦、啊，就两张是不是重复的怪，而且又中了一只限定的。OK， 在我还没有开抽这一个之前呢、啊，因为我是上次这一个号呢，只是抽到。圣的粉 Alpha， 所以我希望是也会抽到隔壁那两只啦，来看一下这个运势如何。所以还没开始之前就来一个特异转蛋吧，刚才大号忘记转。Strike Shuttle。哇，我看错嘛？莫扎特，我
OK， 我找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角色来打算那种普通副本啊，可以刷很快。OK， 说还可以再转多一次。帅 ，shuttle， 蛮幸运。OK， 修复器，刚开始的抽是算不错啦，首先我就会来一个十年抽转身。我看我还是放弃这个怪物弹珠暑假2019吧，因为下个合作要来了。好吧，各位，我只抽这个未获的角色吧，因为非洲玉没有这样容易中限定怪吧。现在才发现到我不够足。OK。Let's go. Strike shuttle. 这究竟会中谁呢？哦，过时。啊！为什么是中了限定啊？竟然没有可惜可惜，竟然没有朱丽叶这个号。秀吉啊，你几时说神话？神话。这个号还有三个马祖，夸张。OK 啦，各位，今天的抽蛋就到这里啦，也祝各位抽蛋好运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